每个夫妻相处方式是最幸福的，最好的夫妻关系就是你懂得伊的辛苦，伊懂得你的付出。社会永远都无最完美的婚姻，也无完全合适的两个人，只有互相包容的努力心。夫妻不是敌人，卖点好写打，两人去互相抑制对方，卖点写打，敌人跌，敌人打，一个人无敌人跌，敌人打。也无敌人比敌人更优秀，也无敌人配不着对方。本刚不当，节节不当，两人拢是平等的，家家才会幸福。